台那边呢，台湾那边大家好，在厝上大家会当舒舒顺心、顺顺如意，网络台顶拢总会当来个大赚钱哦，感谢，谢谢你。是的，啊，当然咱个人生哦，除了赚钱以外，上最主要就是要身体健康哦。对，要身体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。对啊，咱连走电话难看。对啊，虽然钱爱他，啊，不过安全第一啦，讲实在。对啊，哎呀，我感觉我们来小小赚钱就足够了啦。哎呀，真的，时间就是金钱，时间就是金钱，没有错。对对对，那你信不信？你拼嘞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你看，那几台车，那贵啊，十万了嘞！你哪会掉在其他时段去弄掉、去伤掉？嗯，看，要看我直接看进来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而且如果身体受伤的话也是哈，所以安全他要给你导导来哦。哎呀，啊，当然，咱去来看所谓那个谬误哈，咱来做这道的时阵。看到庙就一定要来做参拜，对对对对，哎，真的，我这老要怎样？我拜过拜过庙，那么叫老财经啊？真的啊，真的是有差哦，卖公心想事情，我们五百金价是五包币，而且哈，咱今日吼，咱个阿妹叫那个中信也讲非常的灵感，他跟那现场后边人来做一个参拜，现场嘛做准备了做侪做侪咱个平安米，再欢迎咱大家好朋友来宝贝来提登去吼，啊，咱大家吃一个素食平安，哎，和。家欢乐的吼，互你想啥拢有啥，爱啥拢有啥，然后有梦想水，密码拢当来对你想水咯。而且我们彩云姑娘今日讲的吼，咱来秀下安排个鬼脸灯嘞。啊，我很牛够，咱来好朋友光妹来台顶来展现一下风采吼。啊，是。我再来给做几个邀请，这是神秘嘉宾。啊，然后那个安乐宫的那个刘德华啦。是是是是。好，再来不能念的是我们的彩云姑娘，继续给咱后边要带来精彩的音乐。爱和平的感恩，谢谢。Thank you.